没给我送过来。真尴尬，我送个蛋啊！哎，欢迎回家！老妹儿，大伙儿开心，我给干了，怎么样？谢谢啊！哎，真好，收了房贷回家看妈妈。好家伙，多好！嗯，不是，妈，你们是看热闹看惯了吗？你们，我才是砸啤酒是吧？哎，刚才两位说的挺好，是啊，一个是刘晓婷，一个是那谁？对，张韭菜，就是他，嗯。两人说的不错，说了一段非常好听的节目啊，叫胡顶棚啊。咱们下去休息休息，把这位老师又换上来了。对，这位老师大家伙都熟悉吧？熟悉。周九良周老师。啊。九良老师。这谁给你们安炸弹了？周九良周老师。相声说得好，特别的一般，嗯，还需要努力再学习。他自己能认识到这种错误是不，是不错的，行，挺好的，嗯，说得不错，我也特别喜欢这种就是这条，怎么叫这条啊？就这堆，你说这东西我专的是怎么样？嘿，你还挺会形容，专就是这抛不是那个这。怎么说呢？这位，怎么说？这位啊，这 gay， 这 gay 像话吗？这叫什么？现在活路那么宽吗？我就跟他们学的。啊，怎么说呢？这位先生，这位先生，这位相声演员啊，这位相声演员啊。相声说的非常的不错。您这老那么夸我。没事，咱们得多多的沟通沟通。我不想跟你聊天了，这都到东北了，你动动嘴。我动嘴，我怕冻着牙。你别老呲着牙出去啊！别呲着牙出门啊！咱俩不能老呲着牙呀、啊嗯。不是您这干嘛的意思？跟你多聊，什么意思？您消失了干什么的？我不知道您。大家观众都看出来我是干什么的，你们瞧出来我是干什么的？擦二战的。来，老妹儿，你先歇会儿，四舅嘛。管谁叫四舅嘛？那换你叫什么呢，老婶儿？你这都给谁起的？能提醒我？我不知道您这干什么的。没瞧出来吗？看不出来。咱们是个文史的。咱们俩聊不到一块儿去，怎么了？我一般没有洁癖，也不愿意跟你聊。这叫什么话呢？这是什么？你干嘛呀？不知道这文史的。反正咱是萍水相逢，是吧？我劝劝您吧，捡破烂，您得考虑考虑发展那个行业呢，我觉得那个比较有前景。捡破烂干什么呀？你这个危险系数有点高，说实话，你这个行业。不是，这有什么危险系数？冬天其实还行，夏天有点麻烦。夏天怎么了？天热的时候，你抽烟吗？你要抽烟的话，容易炸。那倒无所谓，就崩一身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不好洗。咱们俩好像没聊透。万一你还吃一虾仁儿？
咱们俩没聊透，没聊明白，聊岔了。还想怎么透？我说我是文史的，不能开他们。别那么恶心。你还文史的文学历史，懂不懂？历史啊，就是带形状的。就东北啊，东北啊。天冷冻上了，这种演员不是很高级啊。不是谁抻的茬这是、啊？不是我抻茬，你非得说那个干什么？废话，您这什么叫文史啊？多恶心呢！不是那个文史，不是那个，是文学历史、文史、文历史的。说不明白了，您这话，跟您这么说吧，简单的说，咱是一个文人呢。啊，文人。要不你还是喝一个吧。我他妈喝，我喝完上来的。说这个就挺好好的，梦话说梦话的，不行了，喝不了了，喝不了，这边就这边回来。不行，您这我都没明白，您哪儿就文人？文人没瞧出来吗？那看不出来。文人，不知道我，我根本不认识，就不曾相识。哎，有点能耐，你还有能耐呢，有点能耐啊，仰知天文，嗯，俯察地理，嘿，中晓人和，嗯，知阴阳，懂八卦，嗯，晓奇门，知遁甲，哟，这是您诸葛亮，说你，我想起诸葛亮来了，你想他干嘛呀？我想他了。不是他认识你是谁呀？那是我的偶像啊！啊，您的偶像是诸葛亮啊，没那么大能耐啊，跟他老人家比不了，是吗？有点小能耐，什么小能耐？走马观碑，目视群羊。嗯，谁呀？我呀。您啊？说的就是鄙人。您哪儿的枪眼？我看看。枪眼干什么用？什么叫鄙人？鄙人呢？说的就是我呀。就是您。对，那您。嗯，那歇会儿吧。这说的不是您，怎么不是我呀？那是谁呀？走马观碑啊！您说那位啊？您说那位，那叫苏秦。哟，您知道？对，您解释解释，为什么苏秦？苏秦那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啊，奔驰大道之上，道旁呢有一口石碑，上面呢有几十行篆字。马走出去之后呢，他那个碑文人家记住了，这叫走马观碑。哦，马过去，马把碑文记住了。对。哪儿把碑文记着了？那马多厉害呀，跟马没有关系。马记吗？说那样就那么来了。对呀、啊，人家把碑文记着，苏秦记着了。碑文写十几行篆字，嗯，马过去把碑文记住了。对呀、啊，这叫什么写？嗯，这叫玩儿。啊，真的。嗯，你不用拍照，那也是玩儿。啊，录像的直播的啊，没有人直播吗？没有。玩儿，这叫玩儿，这是我问你，您说，马快，火车快？你要那么说，肯定火车呀。火车快，火车快，对不对？这不用，我认同啊，大伙儿都知道火车快。北京到哈尔滨有一趟，嗯，季字头的高铁，季字头，我发音不准确吗？季，我爸下回说 D 字头的好不好？动车呀，你到底坐的哪趟？我就坐动车了啊，因为季不太好发音。我坐动车啊、哦，动车呀啊，老冷了啊！你是跟海鲜一块运过来的？什么叫老冷啊？动车吗？不得冷吗？冷动车呀，那就动车就反正就特别快。对，我问你快不快？200多迈。嗯，200多迈，坐那个，嗯，坐那个，上车300多迈啊、嗯，那不是 G 字头的吗？高铁300多迈，动车200不到300迈，对，
你交流技术来了。我说的对。快不快？快。矫情半天了，咱们快不快？是是，我是。哎，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，我就坐这个。火车，坐火车，上车，找一靠窗户边坐，坐好了。干嘛呀？关杯呀！不骑马吗？我骑火车。你应该坐那个电线上的。这快呀，这多快呀！坐这个关杯，是，对不对？这怎么关？上车，靠窗户边往这一坐，哎，火车。你看，火车高速行驶，道旁有一挺石碑，火车过去，碑文记住了什么呀？长春。就是那个双城，你没看见吗？双城那站子好像没停，二城也不停，二城有高铁站吗？快了，快了，先修，你修不见了。可以，行，要不你们聊会儿天儿呗，兄弟们，二城人民等着你们呢。谁都有假的啊！咱们去二城当皇宫去了，你啊，这不叫能耐，这不叫能耐，这不看站牌了吗？这不是。但是人家还爆炸呢。字儿大呀，字儿大，字儿大，人爆了，字儿大，我人过去了，人告诉你，我这过去，我行，什么不行，不叫门呢啊。还有一个呢，什么呀？牧师群羊，牧师群羊更不是。还是人苏秦，又不是我的啊！人苏秦骑着一匹高头大马，他你看他老骑马，哎，这走在这个山坡脚下，山坡上有几十只羊，人拿眼那么一看，知道都是这黑的、白的，这个牧师群羊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玩儿，知道吗？就这玩儿。我前段时间也出去玩去，就坐这个动车呀，玩儿去了。就去阿城，我那边去玉泉，玉泉知道吗？啊，玉泉出方瓶那地儿，你不用给我普及这个地理知识。那边还有滑雪场啊！哎，明天咱滑雪去吧，没听说过。你们也不知道哪个滑雪场，就这个啊！哎，山脚之下行走，就我呀啊，就我呀，对。见山坡上有那么几百只羊，你那多少只？几十只。我这几百只羊，哎呀，拿眼睛稍微那么一扫，就能分辨出多少只黑的，多少只白的。多少黑的，多少白的？一只黑的没有，全是白的，雪白一片。他不叫我发现啊，阿成不养黑羊，他不吃白羊呢，还都吃白羊了。啊，这黑的都吃了。这不叫能耐吗？这个，这叫什么能耐？这不叫能耐，这不叫能耐。啊，跟您开个小玩笑，你看我笑了吗？哎，多么的尴尬，这个好。哎，不说别的。不说别的哦，这都不叫能耐啊！啊，这是开玩笑，行，是开玩笑，行，正经八本的，咱们，这个玩笑真的，文人逗到我，文学界有咱们这一号，什么？文学界有咱们这一号，有一号，有一号，叫什么呀？莫浩然那不是我，有我这么一号，北京文学界有一对联区，对联区写对了这一小撮人，这一小撮，北京知道吗？北京有哪个大桥底下？大桥底下干嘛呀？不是您这是哪儿的野组织？这是不是野组织？北京这不有的是文人吗？他们有一个圈儿，
其中有这一疙瘩啊。我说你能给我写出个疙瘩是吗？我会写疙瘩，疙瘩我给你写。疙瘩，疙瘩什么意思？疙瘩就是这一块儿，这一块都是写对的。哦，写对的，还写对的，就这一圈里边写对的，我最厉害。你还最厉害，人送外号梦大对头。对的写最好，就是比较倔强。倔强形容你的性格比较倔强。为什么是倔强？对头嘛，跟人家对着干。人对着干的啊？不是，不是，对的写的，对着写的好，确实写的不错，是吗？咱这么说啊，现在我这个身份，我这个位置，在北京啊，这块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认识我啊。北京提起孟大对头这仨字儿，对你是觉得还有一个代数是吗？不是，我数学没学的不是很好，这几个字儿吧。孟大对头这几个字儿，列位，北京城内，没人知道，您就不在那个疙瘩里头啊，没人不知道，无人不知，哪人不晓？对了，哎，听见我的名字都窃窃发抖，这词儿对不对？对，就是你跟人修空调去的。空调啊，窃窃发抖什么意思呢？冷啊！那你跟人吹冷风呢？我是空调。不是什么叫窃窃发抖啊？就是害怕，听你名就害怕，就不敢写对子，在我面前不敢写，是吗？经常有人认识我，总是让人碰见。那天走马路上碰见我，打远处过来一老头，六十多岁。对联界的一个小学生，六十多岁小学生，小学生，哇，看见我了，上学有点晚，生日比较晚，但是九月份以后，刚学对联没几天，对，九月份，看见我之后，这不是孟大对头吗？净听说啊，他对联写得好，今儿难为难，老头又难为我。多坏，怎么坏啊？老头打远路跑过来，打给你泼一脸硫酸。你多坏，你太坏了呀。给我出一上联啊，不加思索给答一下联，临走送他一横批。就那么快？就这么快。这快说什么呀？他出一什么对联？老头太坏了，我跟您学学老头什么状态啊。做戏的，赶紧过来！说什么呀？厕所在哪？下联，拐弯就是。横批，快走快走。是得快走，是得快走。怎么样？那是。什么叫怎么样？这不问道了吗？这不是把生活当中的语言也当成对联那么对？哦。现在达到一个什么目的？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啊？然后一个什么程度，就是有题目就能写，有题目就能写，对，都能写。我出一个，我随便说一个词儿，或者一个什么东西，是个人说个题目就能写，不是，就是随便说一个什么东西，你都能形容。是个人说个题目就能写，不是我说一个，是个人说个题目就能写。我说能不能？你能不能？如果你要觉得不是人，那就不能。我觉得我还挺自信的。就是个人出个题就能写。我说一个，您我来说，怎么样？行了啊，行。哎呀，我说这个出一什么题目呢？哎对了，这个，你看过没有？我的家乡在天津。哟，
我的家乡在天津。哎呦，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时候移民呢？我的家乡在天津。哦，家乡在天津。哎，对。有什么疑问吗？在天津怎么了？哎，天津有一个名小吃啊，叫什么小吃？煎饼果子。哦，吃过。哎，这您了解啊？了解。哎，您给摊煎饼的写一副对联，能不能写？我嗯，这么大学问啊，给摊煎饼的写一是，写哪儿？写煎饼上？那是用酱写出来的。那我不给您刷酱去了吗？那不是什么。甭管写哪儿了，我就听您这个词儿，就听这词儿。不是随便说一个都能写吗？随便说了一个，你写多少字儿啊？上联：撑圆面稀，刮开大。哦，你瞧，嘿，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意思？嗯，大家都看过这个摊煎饼了吧？啊，有这么大一饼铛。是。哎，这铛呢可是圆的。对。拿这勺呢，摆一勺面。嗯。往这一倒，这面是稀的。是。有一个工具叫篦子。嗯。拿这个篦子一刮呀。啊。刮开了。哦。哎，你看大不大？大。哦。啊，您是站饼铛上了是吧？地儿太小，扭不开。哦，撑圆面稀，刮开刮开。那下联呢？葱多酱少，卷上长。这有什么意思呢？多放点葱为了提味儿。嗯。少放点酱，别齁着。怕咸了。卷上啊，可是长的。嗯。那您这横批是？越湿越短。越吃越这边没看见吗？这边没看上吗？我再给您换一个。再换一个。换一个。哎，你给厕所写一个，就是你原单位。你瞧这人吗？嗯。直肠的。怎么直肠的？吃完就拉呀。跟你啊，我吃煎饼拉煎饼，我就没话，没消化，你知道吗？像话吗？谁？厕所给厕所写，我就想起来了，我给厕所写。对，怎么？厕所写什么呀？人厕所有对联，用着我写吗？啊、哦，我以为就我一人缺心眼呢。不是，什么叫缺心？厕所有谁家厕所贴的呀？你没见过厕所那对联吗？哪有啊？你没见过对联？没见过。你这么多年你没上过厕所？我屎憋大了呀！我我长这么大个子啊，一米八几，我这屎憋大了。啊，不是，我废了。那能去厕所就能看上那对联？我没见过。你是没去过那厕所？你肯定没去过。那厕所写着上联往前一小步，下联文明一大步，横批冲啊！你没看过？哦，你去的是那边吗？那边是没有。我听人说的。我也听你媳妇说过。不是你有厕所？有。我突然想起来了。啊，能不能写让你写一个？您说那都是文明标语，让我写吗？我能不能写？对，您行行，就为听我这词儿。对，能写。嗯。上联。嗯。进门来，呲牙咧嘴。怎么回事呢？憋的，憋难受。对啊。憋难受，一开门啊。有人，屋子开始啊，一共两坑都有人。大姐，你快点行不行？啊，不行。啊，那边没有那对联了。刚才我表演的是一个女同志。大姐，你快点。哎，表演出来还真有点音容美。嗯，这是上联。进门来呲牙咧嘴，就着急，是来客不容，晚上的进球。对了，下联呢？
出户去展演书眉，这怎么回事？拉风。哦，舒服。横批呢？先拉后擦。啊，先拉后擦。对。可不先拉后擦吗？你先擦后拉多费纸呀、先擦后不光费纸啊，还费裤衩呢。你经历了什么？那都是我经历的吗？这不都是想象出来的？您这都是废话。怎么会是废话呢？这横批多好啊！不怎么着，还点睛之笔啊！就指这横批了。不怎么样，值钱。不怎么样。我先拉后擦。我再换一个题目，越吃越多，好不好？我一个换一个题目，换一个题目，换一个。您容我想想啊，我想想，我琢磨往这点编的啊，我就好想想啊。您瞧见没有，这边还吹嘘呢。哎，孟大对头，你听听这俩对子，上联还行，你看这俩横批，越吃越短，先拉后擦，都是废话。这么着，我呀，待会儿让他给您写一副对联，但是我要听这横批，横批呀、像人话，还他罢了，这不像话啊，就难难为，也犯一点儿歹。您都带着东西来了，是不是？手机呀、录像机呀、单反呀、桌椅板凳啊，谁带着斧子听相声来的？照准了，就是他那个脑袋没有。扔过去。哎，你是加词了吧？你先聊着，我先。咱把它埋上，好不好？快点啊！好。哎，突然来了。哎，我刚要下去。怎么了？来，我想想这么半天。想了，我得好好思绪一下。捋一捋我这个思绪，然后想一个最佳的题目。什么题目？你给观众写一副。我下台看看。回来。什么叫您就下台呀、我下去看看他们是干嘛呢？啊，好不容易回来一回，我看体恤一下队员。就这会儿你就表现出来了，是吧？我让你给观众朋友们写一副对联。什么？观众朋友。什么？观众朋友，哦，什么？观众朋友孙内，早骂街早好了。这个啊，给观众写一个，是可以啊，可以写呀。啊，但是呢，不能写全了。嗯，上下联可以写，横批写不了。横批，因为由于这个时间的原因呢，啊，我们那个哈尔滨的妇联呢找我开一会，啊，我这儿马上就得过去，要不然呢那边就急了，我再去晚点就挠我，就着急了嘛。着急，你可以不要上下联，直接说横批。你可能对这个对联不太懂啊，我横批呢，横批是对上下联的总结，嗯，对不对？没有上下联哪来的横批？那您要。要写就写全了嘛，对不对？写全了。对对对，你写全了，妇联开会呢。你别着急，你待会儿你写完了，写全了，读完横批，您去残联开会去。刘老师啊，这观众写哈，让那些妇女们先磨磨指甲。有词儿啊，有词儿，好，上联，嗯。韩联一日远吗？我回来你早上搞去。我发一定位啊。我也去了。上联，请诸君到此处消遣娱乐。啊，大伙儿都是来开心的啊，找乐的。下联呢？听台上讲相声，场笑开怀。讲相声，听您这横批。多福。多寿，好，多寿。先生，先生，您这横批怎么那么好啊？我怕挨揍。您这有好词儿啊？不信。有好词儿，你给自个儿来一个。给我来。您能给自己写吗？
打下生那天起啊，我就开始研究对联。你知道我出生的时候举着对联出来的。阿姨辛苦了。少年。写我自个儿是不是？对，就是你，少年啊，生得一身书生意气。嗯，下联呢？学得满腹经纶文章，横批是少妇通解者。没毛病。叫你是出生的时候举着这个对联，是不是？想知道当时这个大夫什么怎么想的？像话吗？这个怎么样？还行，还行，行吧，看完不错啊，不错，听接着。看像话，我你怎么了？我也来点终结者。不是，我终结是你都终结完了，我这给我来一个，对不对？到我得终结了，到我这儿得终结了。你啊，给我来一个对联。对面老头儿中间隔。可以可以，不是写你干嘛呀？对联不是笑语，是我知道。不是你刚才说的什么呀？你甭听清楚。你对哈尔滨文化也不太了解。是我一天津人来的这儿。夏天你爱哪哪的。不是。写你干嘛？写你说相声？说相声？说相声？别！不是那写你干嘛？你说，我写什么事儿？得有一题目吧？就有啊。什么题目？有啊。什么题目？明年，明年，明年干嘛？就是农历初三。你不用说是大年吗？大年初三。怎么像我磨蹭呢？你现在干嘛？大年初三我结婚。大年初三你结婚？你看这个。可不可信？不是初三啊，大年初三你结婚？对啊啊！全国给你放炮！哎，挺好，选日子选得好。对，你应该三十晚上结婚。我那会儿我得看春晚呢，还不是你春晚没有梦哥，你看春晚干嘛？大年三十你结婚啊？大年三十，那你叫年吧。以后大家伙就过年过你，不是我结婚，你结婚，你这结婚多大了？结婚还没有多大了，你管得着吗？够结婚年龄吗？够了。哎呦，哎呀，我是不是还得再成熟一点？不是，那你如果你结婚的话，你男朋友知道这事儿吗？娶媳妇儿，娶媳妇儿啊，小媳妇儿啊，娶同学。对。可以选小媳妇儿吗？小姑娘，小媳妇儿，小姑娘，小媳妇儿啊。没你，直接就娶一小媳妇儿。哎，娶小媳妇儿啊，大媳妇儿。结婚，哎，你结婚，我来到，我给你送一副对联。这合着押韵，好不好？有好词儿。快来上联，是上联，咱们那儿亲朋贺喜百余位，好词不好词，怎么回事？亲朋贺喜人多呀，百余位，说你人缘好。哦，都是朋友们都来了。对啊，下联呢？新娘携子两三人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个横批好啊，横批是进门当爹，我呀。